豪哥又来展现他的新的收藏啦、啊，新的宝贝，路易威登2024的新箱，2024的新箱，对，什么时候出的？五月19号，我连日子都记得这么准，19号 对，几点？哦、好了，11点啊，对，11点啊、哦，好，这一次，贵姐们特别说有什么特色可以让我们知道？欸、他好像是为了那个他们的男装总监菲尔，然后出的一支，用他家乡的雪松维吉尼亚，因为那个菲尔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人，哦，那他们又特别用他家乡的雪松，是挑了一支，新箱出来。嗯，那我们而且他这次的包装也有点不太一样，啊，包装也有点不太一样。那从来没有会把这个 LV 的商标印在瓶子上，然后它的瓶子，我们直接打开来看。好，哎呦，哦，珠光瓶，哦，珠光瓶、啊，它的外面玻璃还镀了一层珠光啊。是是是。那你看，哇，哇，欸，而且这个是 LV Love 是不是？对，直接 对 Love 对 对。哇，对，嗯，好，那中间置入性行销一下，这个我们织女针管，待豪哥会花299元帮我们赞助一下，支持我们的文化行销给全世界，谢谢。待会广告再回来。对，然后来，啊，睡了哈，啊，好，好了，我们来试一下今年的新箱，嘿。Hey.Love，Love， 我已经右手有后调了，因为你来中午吃饭前，我们已经先喷了嘛，对不对？来，现在要讲前调，你会喷太少了，啊，你这个通常喷我的都很大方的，其实我也老实讲，我其实我上个礼拜六去 LB， 因为他们。叫我去闻，说有新香了。对，那算是一个预购嘛，嗯。那那个时候我有去闻了。对，但是老实讲，我刚闻的时候觉得我还好，没有。我讲真的，我没有说有特别的经验、感觉或经验。嗯，对，因为前面其实很像我们 BDK 的一夜荼蘼精粹版，它没有，哦，它做出一点点茶的感觉，但是里面的香材并没有茶叶，它就像。我平常喝的早茶哦，第一泡，因为通常第一泡我们刚起来，大概9点嘛，股票才刚开盘，然后通常不会泡那么重。那第一泡热水加进去大概30秒，我们把它倒掉。第一泡的那个茶叶在茶壶里还没有全部展开，它是微微展开的时候，嗯，的那一层清香哦，清香，嗯。我闻的话，我反而现在觉得有一点，苔藓的味道，很像在这个森林里面比较显得这个潮湿的，这个藓苔之类的，比较带一点水分的，哦，可是你说茶，我是没有闻到嘞。那奶檀香现在有点出来了，没有，它的檀香完全不奶。它檀香是吗？但我闻的是有奶呢。它的檀香是干净的，因为它跟雪松搭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它前面的像是 BDK 的一夜荼蘼的精粹版，那只是因为一夜荼蘼大部分都是夜香嘛，你听一夜荼蘼这个名字就知道，但是它是比较阳光、比较明亮，是哈，明亮的感觉，嗯，明亮感那。等一下，他就慢，因为就跟我那天回家一样，因为我那天跟我怎么的好朋友，然后一起去玩之后，然后喷了这一支，然后我们聊一聊天，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嗯，然后突然不对了，然后我就想，哎，欸，这个木质调哪里来的？越闻越好闻。哦，嗯，越闻越好闻。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传讯息，他问我说：“你会买这支吗？”嗯。我那时候还回他说，嗯，不一定，嗯，但是时间越往后走，他那个
干净的檀木跟雪松味道出来的时候，好闻死了。所以那天我就传给我的 SA 说我要订一瓶，对，嗯、好，就我要订一瓶、啊。它的檀香，因为如果是奶檀，我应该是我就不会买了，因为我很怕那个奶味太重了、啊欸。但对我来说一直都有啊，我连后调我都觉得有、欸、因为它那个檀啊，就是有点像雷拉伯杉杉了，但拿掉了皮革。拿掉了烟草、啊、它是属于比较干净明亮的檀香，那它这个檀香不是属于奶檀那种、啊嗯、所以檀香啊也有很多种，一种是奶檀，那是最经典的，就一般人最为大家知道的，嗯，但这个是干净的，而且没有带着任何的宗教感或是寺庙感，嗯，它只是就是一个带的是森林感，对，它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木质香气，是、哦、木质香气给你，嗯嗯嗯，对，哎、欸，这一支现在是专柜售价多少？10900。哎呀，我的妈呀，嗯，哎、欸，但是我们这时候要再讲一下哈，因为这一两年大家的香水都涨得非常疯狂，这我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但是我突然觉得这样讲真的是我这辈子讲过最怪的一件事，我突然觉得 LV 的 CP 值突然变好了，对，突然变好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全部一起涨价它就显得没那么贵了，对，它的涨价还不是每季都涨，嗯，像它旗下的品牌那个真的是涨得很夸张，那真的是每季都涨，嗯，就像我们之前拍过很多的娇兰好了，对，娇兰那个已经到13800了，好好、哦、好，来，那回到这一支，你是不是突然觉得我讲13800，突然觉得这个 CP 值还蛮高的，对，而且其实我们买高定香哦，我必须讲了，但味道是一个选择了，嗯，但是它的品牌价值那更是一个选择嘛，对不 对？就是你会买高定香，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品牌的价值对我来讲是有的，它就是对、嗯，在这个售价里面有加分的作用，就是我们讲高定香，就像香奈儿、迪奥，对不对 ？YSL、娇兰，叭叭叭叭叭，那么多、嗯嗯。现在什么牌子都出高定香了，所以也不奇怪。然后 ，Fendi 啊 ，Fendi 22号也要出高定香了哈，但是台湾因为在亚洲市场，它要到9月才会在亚洲的专柜上市、哦。是，但是22号是在全球的专柜。就这，我想大概主要是在欧洲了，它就一定会上市了、嗯嗯嗯。你会发现这几年好像、香水市场在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像大集团都开始，要找这个香水品牌要来做并购的，并购动作越来越多了，哈、对，并购越动作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市场已经被精品是纳入一个主要的一个、类别了，一条产线了，哈。OK， 那回到这一支来，这一支的前调。我是觉得它是比较有一点带着潮湿还有森林的这种湿气感，但是这个木质香会在你后调的时候慢慢的转为干净跟单纯，这个是我觉得前面我还蛮喜欢前面它这种带出来一般的檀木香不太一样的风格啦，雪松嘛，它主要是雪松为主嘛，对不对？雪松檀木啊，雪松檀木、哦、雪松檀木是那前面这个走法就还让人家蛮有画面的啦，哦，很像进入这个森林里面。那这个森林里面很多棵树，非常像是下雨过后的森林。你去感受一下这种带着水汽、潮湿感的味道，我还蛮喜欢前面的。那这一支，应该我们你看现在今天外面也30几度了，夏天合不合适？稍稍重了一点，因为今天外面气温大概36度，因为我刚才一路开车来的时候一直看着那个对。那个温度啦、嗯、那这个稍微可能要再凉快一点点，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喷回家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因为气温下降了嘛，就越闻越好闻，那个干净的雪松跟干净的檀香啊一出来，因为我必须讲，虽然我是一个木质调，我不要讲我乌木啦，我应该是木质调的爱好者、嗯、对，但其实我檀木的买的真的不多不多不多、嗯、对，因为大部分的檀木都有奶檀啊，就像那个我们的 Kilian 的圣木啊、uh-huh. 所以那个我
那个就不是我的菜，是你的菜，对，不是我的菜。但这种干净的，就是把奶味拿掉的那个，单纯的、纯粹、纯粹的檀木，然后我就觉得，哎，这闻起来就是有别有一番滋味了，别有一番滋味。OK， 你知道我之前夏天有去溯溪啊，我就在溯溪的这种山洞之间，就闻到现在一开始带着水汽的味道，那个画面我很有印象。溯溪嘛，因为溯溪的时候你就全身都是湿湿的嘛，那你可能会穿防寒衣啊，也在爬这个石头过程中你比较不会被刮伤，所以它有保护作用，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御寒的作用。哎、欸，那它这个整个在这个山跟山之间的洞穴里面，然后又有树遮阴、哦、然后你可能讲话还有回音，哇，我现在这个画面就停留在现在这一支。所以我为什么刚刚问你说夏天这合不合适，反而我觉得这一支夏天檀木来说是合适的、欸、我没有那么厚重了，它其实没有那么厚重了，是啊、哦、没有那么厚重。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了我们的最好的香友叫阿贝，我说哎、欸、这一支一开始真的是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刚刚泡的茶的哦、欸、可是我怎么没感觉到茶、啊，因为你又不是每天喝，你是咖啡挂的、哦、对,、哦、對咖啡挂的 对, 對。然后他就去查了一下这支的调香师，因为这支调香师除了 TLV 调香之外，另外一个他调香的大牌子叫宝格丽。哦，宝、哦、格丽，宝格丽香水也是出了名的。对，那宝格丽，你知道那个他有几支是茶的系列，那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他可以香材里没有茶，但是调出茶的感觉，其实也不意外了哈、嗯啊。对，那个就是因为前面是。因为它香材非常简单，前面是香柠檬，然后波斯树脂，所以我就说好奇，然后看了一下，哎、欸，奇怪，里面并没有茶嘛，它、嗯、不像一夜荼蘼，一夜荼蘼前面真的是有茶，是啊、哦，然后后面中间是生姜啦，好、哦，生姜它有一点点那个增加它的，它没有很重，因为姜味大、嗯、我们大部分都接受不了，因为如果夏天你再闻到那个姜味，太辛辣刺激啦，啊、哦，它是。嗯Okay. 后面就很简单，就檀木跟雪松是啊、哦，雪松、okay. 好。那我们前段呢，先教这边，待会回来我开头我就要先问豪哥，这一支你觉得建议使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喽？好不好？大家见，拜拜，拜拜。LV 后调回来了，非常非常干净，而且舒服，让人。沉浸的檀香跟雪松的味道，一支在 LV 来讲非常出色的木质调，非常出色的木质调。嗯，适合用在什么时间？哦，这个我觉得白天晚上可以。白天它因为它前面带来那个干净感，其实也蛮适合工作。如果你喜欢，如果你喜欢那个。木质调，这支就会非常非常适合，它可以工作，那也可以晚上的时候用。嗯、那适合如果像您这种需要打坐的，也不打坐啊，叫做啊、那个专业名词叫什么？静禅坐。哎哎哎，那它也其实非常适合。对，是。不过这个，不过其实豪哥说非常纯净的木头，但对我来说是有奶檀的、啊。那可是我闻起来的话。它就不是静坐的，它就不是静坐的哦，因为比较甜，容易会分心啊。那它没有，它没有很甜，它真的是没有甜感。每个人闻到的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觉得我闻到的是有，所以我这样说。那豪哥他说的是没有，所以每个人感受可能不一样。对，我还是说我觉得我闻到的。好，那静坐可以用，对不对？有静坐的人，就你需要，不是，你需要安静一下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对，嗯，哎、欸，那它这个支持香有多久？哦，它这个持香还蛮久的，嗯，讲真的、啊，真的还蛮久的，待几个小时？哦，那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大概七八个小时都还有，七八个小时都还有，它还是闻得到那个。雪松的味道非常干净，非常干净、啊、非常干净的雪松味道跟檀香的味道，嗯，好，檀木的味道，不要讲檀香，檀木的味道，檀木味道，当然
因为它檀木的其实跟雪松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啦，啊，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嗯，雪松跟檀木就对了。对，嗯嗯嗯，好，它这种不是那种印度索马尔的那种奶檀啊，啊，就是像 BK 叫什么圣木。哦，那么奶没有。嗯嗯，哎，那你也闻了不少关于雪松跟檀木这种调性啊，对不对？檀木我没有啊，但是雪松，因为我也开始试着慢慢去收一点点有檀木的，当然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太奶檀的东西，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啊。嗯，因为我自己就不太喜欢那个奶的味道，所以那个。嗯，但慢慢循序，但是它是一个很好入手的檀木香水了，嗯哦，但是价格也还可以啦，嗯，也还可以啦，嗯，对，加上它的颜值，啊，它的颜值其实是有替它加分啦，哦，有替它加分。珠光瓶就摸起来就拿在手里，这个如果你的灯光够的话，其实是看出它会出现七彩的颜色，嗯嗯嗯，啊，七彩的颜色。OK， 好啊，那这一支以这个檀木系列来说的话，你会总体分数给它几分？因为檀木我真的没有很多，真的只有三四支吧，嗯，只有三四支而已。嗯，所以这个我给它九分吧，我给它九分。对，那乌木的话，我一定是九分以上了，但是檀木的话，可能就稍微就，哦，OK， 对。因为你比较喜欢强烈一点的味道了，我喜欢更强烈，像这种其实太干净，然后让人 peace， 然后让人沉浸下来的味道，其实，嗯，我现在还在学习啦，对，我现在还在学习。OK， 好，谢谢。但是它也是会给你一个是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嗯，啊，它会带你，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粹干净的味道，纯粹干净的味道。然后你说男女吗？我觉得都可以使用，它就很巧妙的让它变成一个中性香了，嗯，中性香。OK， 好，还没有要跟镜头前的朋友们补充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非常谢谢豪哥今天带他最新拿到的 LV， 雪松檀木一起来跟大家做介绍。下次见啦，拜拜拜拜。